把大家都找来，然后要来拍一集 PK 厨艺大赛。两队的主厨他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做一道围炉上想要做的菜，双 PD 也各挑了一道我们自己想吃的料。洛会负责问答，问答就是只能由副手来回答。颜色蛮漂亮的，漂亮。失败的成员必须再拍一集神主牌，而且那一集神主牌要由副厨掌控。你要跟大家说几句话吗？大家去支持他的插花。娃娃来点灯，今年红红的鞭炮声，多灾有多福。嘿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的神农氏新春特节。对不起，大家好，今天是神主牌的新春特节，邀请到了很大的特别节目，你们看不称职啊？我们今天就把大家都找来，然后要来拍一集 PK 厨艺大赛。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围炉 Mission， 围炉秘神，他想，还是你出去踢他？分成两队，我跟安一组，屯跟杨一组。队名叫做安内最神，我是主厨，他是副厨。你会不会嘴软？会。我们是魔力翘臀，耶！魔力翘臀，有比我们好安静哦。对啊，我是美女主厨，对杨内杨非常温和，因为他是不能逼的人，因为他也帮不上什么忙。你们不要这样讲他，我觉得他可以，今天绝对不对他发飙。我现在只期待就是我们大家做完之后还是朋友。虽然是要走温和路线，可是我是一定要赢。两队的主厨他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做一道围炉上想要做的菜，双 PD 也各挑了一道我们自己想吃的料理，会使用玩游戏的方法抽出菜色，会没收全部的人的手机，所以那两道料理大家是要使用盲料的方式，自己想象他可能需要哪些料，然后去购买以及制作。洛会负责问答，问答就是只能由副手来回答。你有按照我的程度出题吗？没有，而且因为两个主厨都非常暴躁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你们只会被骂。我没有暴躁吧？我有暴躁过吗？我很暴躁。第一题，请问纽约客是牛的哪一个部位 ？A. 胸甲部 ，B. 前胸肉 ，C. 前腰脊 ，D. 后腿。请作答。抢答。好，你先。B. B 是前胸肉，错。肩胛。肩胛错。C. C 是什么？一个是前腰脊，一个是后腿。前腰脊，他先回答他是 C 了，他答对。好难哦。哦，看看他们的。好呀，抽到蚂蚁上树。哦，蚂蚁上树。这题是拔丝地瓜。我要想做这个哎。鸡巴，这个很难做的好吃。第二次的抽奖，然后我们要重复利用那个红包。接下来的是买菜机，就是你要买你要煮的那两道菜的。如果像我们绝对有一个富翁的话，我们也不能自己加。玩法是，对我现在要讲玩法，玩法就是抽到少的那一对，他可以自行决定自己补贴。他要买日本进口的安娜地瓜。第二题，请问牛头牌沙茶酱创始人，又称为台湾沙茶酱之父的人是 A 牛来清。B 朱来清 ，C 李来清 ，D 刘来清，请作答。C 李来清错，我猜 D 刘来清，猜对了。我觉得有点薄哎、欸。你们先打开。耶！没关系，我觉得三百说不定可以。因为地瓜很便宜，我觉得没有到很难。对，这对主厨来镜头前先讲你要做哪一道菜。我们要做一锅卤肉。走开一点啦！好，等一下我先看我漂不漂亮。我们要做的菜是生菜虾松、六福虾松。有信心吗？大声一点！我觉得相对简单，但我觉得很复杂，因为你那个丝要怎么做出来？味道应该不会差到哪去，因为毕竟他们最后还是品味道。我们都吃过超好吃的蚂蚁上树了，跟母猪做不出来。我也觉得那个母猪不可能。希望他们抽到电磁炉，他们如果抽到电磁炉，就我跟你讲，那个糖完全没办法附上去。地瓜这个东西，我应该是要先炸过，它一定要有个外壳是硬的。平常好像有料理经验的，我一直很有。其实我也有，对啊，你对蚂蚁上树目前有概念吗？我们等一下要去五金行杂货买材料的时候，要问老板娘说，她知不知道怎么做蚂蚁橡树？蚂蚁橡树要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小秘密，官方没有规定啊。我个人觉得可以。哎，好，不要理他们，他们如果迟到，他们家的事。主要要做的料理是一锅卤肉，来得及吗？我打算用电子锅，超爱那个干贝酥的哎。什么？便当里面都会有一个啊，他会失败，所以就买一个。
我现在有点不太确定我们买这样会多少钱。没关系，因为你们有富翁。对，我们有富翁，但富翁你有带钱？有哎、欸，我要买日本直送来台的虾子。我们现在最关键的一个材料是荸荠，就是马蹄。那个全家旁边，谢谢。耶、yeah! ！找到一个那个南北杂货行，老板娘，你知道如果要做蚂蚁上树要什么东西吗？要冬粉啊，嘿，还有高丽菜啊，嘿，放一点肉末啊，嘿，有豆瓣酱吗？蚂蚁上树没有，放豆瓣酱，放下去会很奇怪的味道。蒜头有季节哦，哦，哦，豆类都有哦。看了妈妈你就懂啦。好的。你头发跟睫毛都好漂亮。对呀、啊。过年的过年用吗？花钱去做啊，当然比较好。我们的影面比较大还是他们？我觉得你们的比较特别。他们该不会出什么虾酱空心菜？想要看内裤吗？想要看内裤吗？很久没有看到这种款式。他们有虾子吗？都卖完了。啊。转过去右转那边看看。好，谢谢。没有。收了，真的假的啦？第一间那老板娘就说她不用豆瓣酱，但是我的脑中就是觉得有。我们现在决定相信自己，我们决定要去买辣豆瓣酱。老板娘，你会做蚂蚁上树吗？蚂蚁上树，我不会做。想问天，问大地。这是虾子吗？对，那是虾母。这个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用烫的就好了。是好吃的。用烫的就好了，最简单料理。蚂蚁上树就绞肉，炒一炒啊。嘿，绞肉炒一炒，然后。就是看你呀、啊，你就是买那个什么，133。我们这个要小心。内阳在付钱的时候好迷人哦。对啊，是为什么我跟他友谊可以维持到现在？我家真的有一包韩式宽粉，那我可以用吗？有。要做什么都可以。菠菜是要加在韩式里面啊。老板娘有菠菜吗？我不要买了，我不要买菠菜了，我要回家。哎、欸，那里还有两摊。我知道你们还没订阅，快去订阅。我回家了。谁要讲？一起。我们现在才买完食材，然后回到家里。接下来就是要进行厨艺 PK 赛。哦，你是只讲了进行两个字？对。我们要进行三轮跟牛有关的问答。请问哪一首儿歌里面有提到牛 ？A. 捏泥巴 ，B. 捉泥鳅 ，C. 泥娃娃 ，D. 火车快飞。请抢答。没有人要抢答。都只会唱火车快飞。错。捉泥鳅。答对了。可以唱一下吗？捏泥。我来，是泥泞到处是泥鳅，没错。小继续，哥哥，没错。小哥哥要不要专门去捉泥鳅？是小牛的哥哥带着他捉泥。他的是孤帆食谱一份，用 Google 翻译出来的英文的食谱是。好，他的是自估30秒。哦，这跟我们一开始的想法一样，差不多。嗯，你现在赶快记得那个流程，现在25秒喽。我觉得可以了，没有细节出错的话，我觉得我们胜券胜券在握。哪一位 YouTuber 会吃牛 ？A. 陪审团的豚 ，B. 弟妹 ，C. 阿弟 ，D. 莫彩希。请抢答。弟妹。答对了。好厉害。莫彩希吃素。阿弟吃海鲜，阿弟吃海鲜。请问下面哪一首歌不是大牛罗时丰的歌 ？A. 男人的泪 ，B. 茫茫到深更。C 我的 feel D 是不是老了？请回答。D 是不是老了？错。A 是什么？哎，你再讲一首 A。好啊，对，你算你答对了。A 是男人的泪，但是罗时丰的歌是男人的汗。老哥，觉得那个食谱它上面写的大概就是你需要用一个热水，然后滚那个冬粉20分钟，放一点油，然后再加一些什么像是豆子、蒜，然后姜跟辣椒爆香之后，再去加猪肉，一汤匙的米酒 rice wine 到你的 pot 里面，加一些 pepper 就是胡椒是吗 ？pepper 就是。他写 winter noodle S O A K 的小肉，你的 verb 小，不要 missing， 这是越南文。第一句是废话，说明第一句有可能是没有不重要的东西，有没有？通常食谱第一句都是一些嗨你好，然后就大概这道菜可能需要20分钟，所以
这个东西有可能是蚂蚁上树，有可能是需要20分钟的制作。我觉得很好，不用。灵魂人物碧琪，碧琪自选题是生菜虾。备好料之后，我一定要先热一锅油，因为我要炸我的地瓜。现在心中有想要让内阳做什么事？一些小事，你会让他完全不做事。有一个工作很比较痛苦的是要剥那个虾，会叫小天使剥虾吗？可以，小天使，我们有两次机会。麻烦就是备料，但现在备料时间不算在内，我们现在就是我等下可能两个任务的其中一个会请洛帮我泡一些 espresso。今天不对他发飙是因为其实我知道他的能耐大概在哪，所以我有些事情对他不会有太高的期待，不会叫他做一些很难，比如说杨你帮我把那个小黄瓜雕花，不可能。对对对，你的口红吗？掉在地上。虽然说啊，等一下你的口红好烫。过年大家其实吃大菜吃到后来都会非常腻，不想再吃一些很重的，所以我想要做一些有点可以围炉，然后又简单，然后要加热也很快的一道菜，就是卤肉。那我现在干嘛？你现在是烫着泡这个？对，你们有备餐有一个20分钟。什么意思？20分钟？什么？20分钟把菜切好。有两根是剪短，剪两根是剪很细的。杨，你可以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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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以前都会自己削苹果。要看到未来老公那个吗？没有啦。杨，你要小心哦。我会很小心，因为我很怕痛。真的因为太心急，可是我觉得真的很丢脸，因为我是有在煮菜的人。不会啊，因为心急真的容易出错细节。请小帮手帮我们切地瓜。你现在比较稳的状态是你先切一半，你这样再压，它会比较好压。好，站。没有，你先只要起来跪着。你们为什么从竞赛变成？阿姨变成小，怕我的手会断。我现在第一道一定要先做卤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哪根筋不对，今天明明就是表定一个半小时，我还想端出卤肉这件事情。因为我跟我妈讲，我妈也说这个要时间，你们那个不会好吃啊。我今天可能会让米酒跟水的量是有点一样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，我们加了花生、面、油豆腐，但它比我想象中的油少一点，因为我们今天太晚去买肉了，所以肉并没有五花了。今天炒完爆香，然后最后加酱油，有颜色了以后，最后才把肉放进来，然后开始卤。请小帮手跟杨老师一起帮我们把虾剥起来。我现在相信你哦，地瓜。啊，好痛，我被虾吃。等下难吃，我以后都只捧马铃薯的场。你们这边是先做拔籽地瓜，我们同步进行。内湖姚先生，这是这辈子第一次打蛋，我自己大概第九次，算得出来。那买一大堆，结果总共这样子，剥起来就这样子，丢三分之一的白沙跟三分之一的二沙进去，然后不到太白粉，确定哪一包？我好怕，你们加点太白粉。抓腌一下啊，还有我的白胡椒，抓腌，有味道飘出来了。先回焦，哎，葱要先放吗？葱等一下好了。虽然说这道菜很繁琐，但我们两个好像得心应手，已经把这边炒好了，然后我们决定要来加冰糖跟酱油了。葱也要放下去了。我妈说那个味道最后再调，因为有时候要汁收完后会更咸。哇，好像。我觉得看起来有模有样哎，感觉会蛮好吃的，只要酱料不要出错就好。你现在这个还在初阶的阶段，有点不好判断。可是我很喜欢在一开始就判断我自己会很棒。会不会太多啊？酒味变好浓，已经有点，因为它刚加了一杯。现在这里像海产店，有一些醉汉叔叔。这批炸起来为什么颜色比较不对劲？它底下都已经前列腺。对对对对对。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拿了，我要把它弄成老油条。哎，你们不是要用那个气炸吗？我们不会用。不是，我可以教你。不需要你的同情，它是假好吃。我现在炒虾松了，本人好 OK 了 ，OK 了。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步骤到底是不是这样的。好，赶快搅，赶快搅，赶快搅，要赶快搅，要赶快搅，再化一点，等它整个变成稠，不要有那个肉燥状。没问题，先丢个两三个。够，把它裹一裹，全部丢进去。颜色蛮漂亮的。你先不要理，哎，你先不要理那个，你们走开，你们走开，你们走开。会不会煮的比我妈的还好吃啊？酱长比我妈煮的漂亮。这个我觉得很赞。
这一锅一定会超好吃。我想要带一点回去给我妈。身为在旁边听这个声音的，我真的觉得到底哪来的自信吗？这两对好牌，他们的材质都一模一样。指定菜马上，然后马上要先加油。Stop the bourbon in the sisters。都会泡在什么东西？对，泡。我们只是想知道这个不是噜噜哪里呀？那个粉浓，大冰大冰噜噜。这可能就是那个冬粉的另外一个。可是它下面写冬粉，它翻 winter noodles。根本就是猪八戒，不知道怎么 Google 翻译，很难相信的。好，来来来，吃你吃，吃它吃它，就是先这样子。生菜会不会太湿？很好吃。真的，人生印象中有看过美食节目这样煮。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已经腻过的，可是我们想要做出餐厅外面会有一些鸟巢感的、燕巢感的那个丝跟条，它就有点像做蛋丝。我们在冰水里面，糖浆遇冰水会迅速凝固。现在试试看，哦，有吗？它沉到底下去，翻不起来，没有这件事了，变成比较像精益的状态。你要从前后闻，然后去敲出来。他说放完肉再放牛酒。现在敲完肉之后，他要 F R Y， F R Y 是什么？ F R Y 是什么？知道吗？记得薯条的英文。Fry， French fry， fry 好啊。哎呀！然后还有一点那个胡椒。胡椒我没有胡椒。有啦，这里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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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，煮完整个人都快虚脱了。对，我现在先问观众看得出来，大家现在脸一开始开场就真的是要感谢妈妈哎，妈妈怎么这么厉害？对啊，痛苦，婆妈们辛苦你们了，尤其是媳妇。我觉得我们都是第一名，我们都是最棒的。潜台词是煮完就好了，赶快结束，对，赶快结束，赶快来吃吧。过年特别节目的 PK， 所以就它还是有一个评分的机制。我跟凡跟洛三个人选出其中一对是我们觉得我们比较喜欢的，不会只依照最后那一个成品。机制会依照食材准备、工作态度。我们今天做了蚂蚁上树、指定菜跟一锅卤肉，然后还有一盘韩式冬粉。有列入计评分标准吗？这件事情上面，他可以是大坏，对，他也可能会是扣分。指定题是拔丝地瓜，跟自选题是我从来没做过的生菜虾松。内阳一试试就说哇，好好吃哦。然后我刚刚一试试就想说。好啦，不要哭。我想的不一样。你先。FB 坏掉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哦，包那个一些 bandage。我插播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评分，我们可以自己吃自己想吃的。对对。我觉得先不要，就大家一起吃一样的东西好不好？可是我好想要吃卤肉，我也好想吃卤肉。我在吃野啦。我很爱吃虾松，所以虾松是你出的吗？所以虾松是你出的吗？不是虾松，不是你自己选的。你已经疯了。怎么了？没办法录这集了。我现在我手要烂掉，我的神志又不正常。这一道就是吃得出它胜负性非常强，因为它加了苹果，苹果是虾松里面很少出现的物品，对我来说它是加分的。我现在希望这锅卤肉会很咸。怎么办？我觉得他们这盘会很好吃。我来看，我很会看卤肉，我是很会看卤肉的人。哎，他嗯哎。做我感觉喜欢，他藏不住笑意，怎么办？外婆跟阿姨会卤的肉，对啊，就这不是外面卤肉饭的路线。哎，真的是好吃哎，我没有愧对我妈妈的名字。你妈名字叫陈卤肉吗？这锅很成功哎，很好吃哎。我刚刚在路上的时候，就是有试图提点你说，你是不是要加一些平常喜欢，是因为我希望你加入蛋。我甘拜下风，好吃。我再卤三锅给你带回家，没关系，我自己也卤得出来这个东西。马上，我觉得现在很难吃，我只能这样讲。一开始上来的时候很好吃，还有点湿。哇，好辣！它是巨辣的嘛？它很辣啊！
便当没有出现这道，我会非常兴奋。你们就大家就自己直接夹。我超想吃这个了，变得有点像是蜜制罐。沈婕妤怎么在画面里很丑？不像平常的他哎、欸。他其实蛮会煮的、欸，老实说、欸這個，因为他有用酱。我的酱是就是韩式拌酱，不是我会调。哦，那一句话剪掉。你好，用现成的酱哦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赢的那一对呢，两个人都可以各领一张由国差赞助的1000元的很高级的刮刮乐。失败的成员必须再拍一集神主牌，而且那一集神主牌要由副厨掌出。出一集是杨丞琳或是安。主厨的神、你可以做煎荷包蛋、然后、然后主厨要当他的副厨，我有点发抖。我说真的，我今天到后面有一度我觉得好阿杂的时候，我真的有点快觉得没有你已经发表，你们全部都给我滚出去！你已经发表，我哪有？有录影为证，你们走开！你们走开！你们走开！我先问，就是大家现在已经有很明确想要投的对象，我其实我没有，没有哎、欸。对，我觉得就是这是今天难的地方。我觉得今天有点困难。对。先以就是评审出的马上跟那个拔丝地瓜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讨论出结果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去外面揭晓。压力好大、我现在很想，我现在很想去洗碗，对啊。囤的那对叫什么？活力翘臀，活力翘臀，那塞你娘嘞！魔力翘臀对拔丝地瓜这个部分获得了正面的回馈，是拔丝地瓜这四个字来说，应该要惊慌到，就是因为这就是一个一般不会出现在家里的食物。对，然后在这一点上面呢，就是魔力翘臀队有获得了加分。另外一队就是安妹最神呢，提出的是因为他们做了比较快，所以他们拿了一份加分题的菜色出来。经过评审的讨论呢，认为这一个是扣分的行为，就是因为它的味道的好坏会有点影响评审的评分，但是因为它并不是在题目里面，所以会影响到整个流程。我觉得没关系，你真的很棒。你真的很棒，真的，我觉得很棒。但是好吃，就是他自己在那边怂恿我说，哦，我觉得就是你也可以做一些韩式啊。然后我说，他在过程中说，我没有说要韩式。你现在是不是气到快哭点哭出来？现在真的是有点觉得。没关系，你手给我，你手给我，你手给我。我们俩现在是好朋友。哎呀，等一下，还没有结束，还没有，还没有结束，我还没讲完。不要哭了，我还没讲完。所以都不太看了，我笑的啦，我不要回去。怎么会这样子啦？一个流血，一个流泪。臀切到手的这件事呢，到底是要算是他很认真煮菜的加分，还是其实是有点慌乱的要扣分的？评审综合的意见觉得是扣分。没事，因为我说真的，这是意外，我也很抱歉大家为了这个意外耽误到进度或什么。真心很近，有一天掉到上面去了。我觉得沈婕妤今天表现得非常好，他那锅卤肉真的卤得很好吃，然后他刚落泪，我其实我蛮喜欢，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会那么情绪化。这件事不是应该发在我身上吗？他三道菜我觉得真的都做得非常好吃，我甘拜下风。我们数到三好了，1、2、3。耶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恭喜！我觉得更好看的会是之后那一集。没错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牛年快乐！牛年新大运，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，新年快乐！感谢这一集的财神，他不是财神，他是赞助商。感谢这一集的赞助商，内湖杨先生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要跟大家说几句话吗？大家要去支持他的插画哦。この番組はようさん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简真，我真的是不能输哎、欸！简真，我们两个真的是会冷战三个月。会哎、欸，简真，我录完如果一输，我会直接说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没有，烂死了，总会中一个吧？这一张1000块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2627，得到1000元，这张回来。我手好酸啊！有没有啊？30，33，没有，没有，33，怎么都没有？好差哦，运气好差，好差，一无所有。还是我把那一张拿来刮一刮？没有吗？没有，难以置信。检查一下，因为这个一张要1000块，1000块怎么可能？